唱好抒情歌曲无非就几个点，我们以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例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声音是不集中的，是垮的。我们第一步需要集中声音，用力的轻轻唱，理解这句话，用力的轻轻唱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。好的，再来一遍，用力的轻轻唱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。第二步，我们需要拉住字尾，拉住字尾，不要让字垮掉。对你的，对你的思念，像一个东西在往上面拉住，是一天又一天，天往前拉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不要唱成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垮掉了。第三步，肢体语言要大于歌曲语言。什么意思呢？动作要夸张，但是你的音量却又不夸张，其实是相似于第一个动作。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，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学会这三个方法，记得赶紧去试一试。基本上的抒情歌曲的主歌部分开始的那几句话基本是可以通用的，所以说学会一个方法可以通用很多很多首歌曲，赶紧去试一试吧。如果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。